就跟着我这样做，外酥里嫩，放凉了也不会软，盐料酒可以出锅中盘啦。下个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想蹭点肉吃，肠子都生锈了。大年三十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盐焗鸡？水开上锅蒸40分钟，酸汤鱼了。其实自己在家做呢，一点也不难的，是不是和烧开水一样简单？年夜饭你要是做上这道生蚝鸡煲，保证家人对你赞不绝口。油热葱姜蒜爆香，倒入半只青云走地鸡，翻炒2分钟变色后，倒入一包黄焖鸡酱料，小火煮10分钟后放入生蚝，淋上一圈广东米酒，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。赶紧做起来吧。下个月决定你穿什么衣服的绝对不是天气，而是身材，身材，身材。随着你的来。